好，欢迎翻到嚟5:14嘅活在五点。喺今日嘅广东话访问环节，会继续同各位家庭观众啦，分析一下安省省选嘅结果啦，同埋自由党未来嘅展望噶。咁首先介绍一下今日嘅嘉宾出场先。今日好高兴请到安省华人参政会主席陈家廉先生 Peter Chan 抽空上到嚟噶。Peter 你好，你好，欢迎晒你啦，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噶。咁我知道啦，陈生今次上嚟咧，主要系想同各位家庭观众咯，讲下呢个安省大选呢、这个省选嘅结果，分析一下，系咪咧？哦，系啊，其实结果嗰度咧已经有啦。咁所以如果講得多咧都係馬後炮，咁所以咧我會講一部分，好，就另外一部分咧就係講即係將來嗰個點算咧，冇問題嘅。咁首先講翻回顧一下即係今次省選先，由呢個保守黨被認為一定贏啦，到而家基本上嚟講都係自由黨贏啦。我相信有幾個不同因素，一方面咧就係因為嗰個大家嘅理念不同嘅時候咧，咁所以出到嚟嘅嘢咧，就有啲人咧就認同，有啲人唔認同。但係有一個情況咧，我哋要睇到咧，今次嚟講咧，可能係嗰啲嘅所謂推銷嘅作用咧係比較大啲咁多，包括邊幾樣嘢咧？因為如果我哋將嗰啲嘅問題，即係我將佢變咗就像嗰啲 chart 咁樣嚇，就分析呢三個黨。保守、自由同埋呢個新民主黨，其實有好多方面咧，其實佢哋叫嘅口號咧都差唔多。例如好似保護嗰啲嘅老人家咁樣嚇，等佢哋可以有一個所謂屋企入邊嘅服務咯。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等家庭入邊咧能夠真真正正可以有更多嘅所謂照顧啦。另外一方面就係創造就業啦。以及咧就係喺嗰個稅務嗰度咧，大家都話要減嘅，咁甚至無連嗰個嘅所謂削尺呢樣嘢咧個時間表都好類似，咁所以即係變咗，如果你係好熟悉嘅入邊啲黨嘅入邊啲政綱唔同嘅咧，可能你就會慢慢分別啊，依、這個多咗15,000元，嗰個多咗幾多錢咁樣，所以即係喺個過程入邊咧，但係多數人我相信都唔係話即係。好知佢入邊所有嘅嘢啦，咁所以今次我諗自由黨能夠即係尾後一路突出自己咧，其中一個咧就係佢知道一樣嘢咧，就係即係一路落嚟咧，佢都用一啲即係比較詳細嘅計劃俾你知道。例如好似我哋睇到其他兩個黨咧，主要都係講一啲即係比較籠統嘅嘢，例如即係照顧人民啊等等嘅嘢。咁其實呢幾句咧就係我哋其實唔知佢係點樣嘅。咁但係咧喺呢個自由黨入邊咧，佢哋就開始講啦，即係話每個學生俾幾多錢啊，每個家庭入邊即係點樣樣啊，四年內會增加幾多個就業職位啊等等嘅嘢咧。咁你俾佢個覺得咧就係話啊，喺呢部分嚟講咧，哇原來好喎、啊，點解咧？我真係知道實際上係點樣樣喎，咁樣咁，所以我諗呢個咧就好重要。咁即係陳生，你認為咧，其實三大政黨嘅政綱咧，基本上都好雷同嘅。不過咧，自由黨嘅優勝之處咧，就係佢講得多啲資料俾大家知道，即係個細節方面做得好啲。啊，冇錯啦。咁甚至乎咧，其實有一啲突出嘅嗰啲嘅議題嚟，好似美後保守黨提出嗰個嘅呢個一年班唔要呢個性教育啦。本來早啲出，可能咧就會多啲人可以分別到啊。咁但係出得太遲，咁但係即係當然，如果睇真啲咧，可能亦都係幫咗佢，因為最尾佢都嗰、那個喺嘅所謂投票率啊等等咧，或者議席咧都係上升咗咯。即係話其實你覺得啦，呢一個保守黨話反對一年級生開始性教育啦，呢一點係好有力嘅，不過就太遲推出啦。冇錯啦，我覺得係，因為點解咧？依、這個係即係意識形態嘅問題，咁所以最容易能夠可以令到人哋會分別唔同嘅所謂三大政黨嘅立場咧。咁我諗呢個就好重要。否則嚟講，你會知道哇，照顧老人家個個都話照顧老人家咁樣。好啦。咁我就希望可以跟住講噶啦，就係話即係將來點咧咁樣。嗱，今次嗰個自由黨依個執政黨咧，同埋依個而家嘅正式反對黨，即係呢個保守黨，其實議席爭咗只係好少啊。如果加埋依個新民主黨咧，個職位咧只係自由黨多咗一席。咁換言之，喺依個嘅少數政府入邊，佢都係一個強勢嘅少數政府咯。但係喺好幾方面嚟講咧，其實可能佢哋嘅合作空間咧有冇咧？有，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哋講好似我頭先講嘅，喺好多方面咧都係差唔多嘅。咁
不過不同的地方就是怎樣去削資，怎樣去增加那些錢給誰，為什麼在這部分呢，我相信也都三個黨都參考了聯邦政府，所以在這部分我相信他們都會知道今次來講例如好像說這個 HST 其實初初就說這個又反對那個反對，其實如果你真的細心看沒有人反對的，只不過說有一些黨就說就是好我反對 HST 入面其中幾項，不是說反對 HST， 所以這個那個合併稅那裡就變成了第日可能都可以有一些的即所謂合作的機會。其實陳亨你自己覺不覺得今次的大選結果出來之後新民主黨在中間可以說是能夠左右到，因為其實如果哪一個黨派即無論保守黨或者是自由黨能夠贏得或者爭取到新民主黨的幫手或者支持，可以說個結果是可以大逆轉的。是啊，如果我們看看新民主黨本身來說，其實今次那個的競選策略是差不多照足的聯邦政府那個他們的策略咁做，當然我們也都知道質問其實即真正推行那個的策略那個的所謂競選的活動其實都是同一班人去做都不定的，所以在個過程裡面他們也都會用一個所謂天平的方式，就是說幾時他行他在邊邊就邊邊會重一點贏一點。不過有個情況我們也都看到，就是在自由黨本身來說可能也都會覺得即這樣給這個保守黨去跟新民主黨合作，那他不是很不著數大鑊了，這樣所以可能他跟新民主黨合作其實可能還多一點不定，因為到底意識形態不是很同的。舉個例，例如好似大家都認為即係呢個税收嗰度咧應該係減嘅，不過唔同地方咧就係保守黨就話我哋減大企業嘅多啲，咁而喺新民主黨同埋呢個自由黨咧就話我哋減小企業嘅，咁所以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其實新民主黨同自由黨咧有都幾多類似嘅地方咯。咁但係有一個嘅問題咧就係話，新民主黨是不是一定會跟他們合作，這個才是最關鍵。因為為什麼呢，如果我做這個所謂第三黨的時候，我也都明知即只是爭一席的時候，所以在個過程裡面我的力量其實應該來說可能跟這個保守黨合作那部分可能得到的會更多一點，不多都不定。其實新民主黨在這個議會決定支持哪一邊是可以說完全是影響了的，是不是？是啊，雖然我們 說即在自由黨其實跟這個新民主黨合作的即那種著數是多一點但是一開始我如果大家記得的話，在這個的投票之前的幾天和之後的幾天，Dr. McQuinty 省長都說我們不會怎樣去合作法，我想這個他自己已經是畫了一條線在這裡的時候，會不會容易去即真的立刻轉呢？當然我們都知道在這個的政治裏面沒有永遠敵人，但也都不一定有朋友。明白了，今天多謝陳生上來跟我們談了這麼多有關安省省選之後的分析和未來的展望，也都希望下一次可以再請你上來跟我們分析其他的政治話題。多謝你，多謝你，現在先休息一會，稍後回來會轉眼點再見。